就给我以及我们工厂出现的职业病患者，就是说一个合理的赔偿。拉黑赔偿。工人开始感觉身体不舒服了，老板说这个对身体没有什么影响。过去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大批由农村涌入城市的廉价劳动力，吸引了为数不少的外资、港资到内地设厂。中国现在被誉为世界工厂，背后无数民工付出了沉重代价。93年、94年差不多，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因为跟现在他这个条件是一样的。冯兴忠12年前由四川乡下嚟广东打工，喺宝石厂做切粒工作，连埋加班，一个月收入由当初100几蚊到后期1000蚊人民币。把那个大的矿石切小嘛。那个粉尘就很大很大的。冯兴忠冇谂过喺惠东呢间由香港人开嘅宝石加工厂打工8年之后，自己会得到脊肺病。那个就是说废弃的粮所嘛，所以就租给我们那个老板的嘛，就是我们几百个工人全部是在一个大车间的，就是里面那个风扇呢，就是有几把风扇扇起那个灰尘就是在里面转嘛。所以说他跑不出来嘛，就是说我们一个车间的话，这一头看那一头都看不到，就是说像那个冬天那个雾层层的看不清楚，就是说戴起那个布口罩，就是说那鼻孔里也是满满的灰尘嘛。5年前，厂方忽然主动帮他们做身体检查，之后说他和另外几个工人患上肺结核，叫他们放假回家休养。我们回家吃了2年的那个肺结核药，但是没有效啊。到我们倒回来的时候，他就搬厂了，全部搬到海丰县火塘镇去了嘛。我家属跟几百个工人跟这些机器设备全部一起搬迁走的嘛。在海丰这间宝石厂，和冯兴忠在惠东打工的那间工厂同属一个香港老板。到了2002年的时候，走路都不行了，医生就建议我到成都嘛，我们省里面去做个深入的检查。但是我一去，他就给我检查出来了，他说你这个不是那个肺结核，他说是职业病，是那个矽肺。冯兴忠的病情比想象中严重。他先后向海丰和汕尾的劳动部门法院追究厂方的责任，但是厂方以彼此并没有劳动关系作辩，最后法院判冯兴忠败诉。这个就是高一厂给我出具的证明嘛，证明这个厂是从2000年年底搬迁入海丰嘛，他并且改了那个厂名嘛，改成高一嘛，这个上面是高阳，我太太也是从那边一起搬迁过来的，就是说他整个几百个工人一起搬迁过来的，他就是说我们上到法院的时候，他就不采了我们的，不支持我们的，所以说我们走得很艰难很艰难。冯兴忠为了讨回公道，几年来他和太太向亲友借了70000元，现在他一家几口的生活全靠太太一个人支撑。担子好重啊，2个小孩啊，那时候
那老太婆眼睛也看不到，两个小孩又小，我们那里还是那个深丘陵呢。再说我那时候工资也不是很高。我不管，就是有打官司有什么结果，我始终要讨一个说法，是不是？未来几年，有专家话是内地职业病爆发的高峰期，脊肺病是高危之一。这个产品一般95%的都是运往日本。这个席子是从那里带来的嘛，就是我们那时间主要就是干这个生活嘛。而且这个医生的毛病就是从这个东西起源的嘛。李邦成十几年前由家乡四川去了浙江宁波，在生产日式草蔗的工厂打工，每日负责将浸完化学药水烘干的嫩草逐条地掹出来。所以在取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灰就特别大了，因为它那个灰都是从这样冒起上来的，你人是这样站着像这样爬的，所以鼻子刚好啊就出着这个灰来了。再干十多年了，那反正一般像刚出的时代，最后这几年的时候呢，自己反正感觉有一点是有点劳累哦，因为那时间我们两夫妻在那里干，每天下班了过后啊这反正饭一吃了，每天下班把澡一洗掉了过后就想睡觉，实际就是自己穿上了这个洗肺病了，自己还不知道。李邦成丧失工作能力之后，厂方初初只肯赔偿几万元，最后由县政府出面交涉，对方才肯将赔偿加到140,000。原本他还打算透过法律讨回公道。本来我们也起了诉的，因为时间拖得太长了，要是一天这个人都搞得很疲倦，哪怕一天不在那里没干活，天天吃饭吃了过后就是跑这里跑那里，前年这反正是前年我老婆本身她的右手也是个残废人，就只好在家里就是去做一点生意，也赚不了多少钱。在内地，工人没有属于自己的工会，患了脊肺病的冯兴忠三年来无论去找厂方追讨并向法院求助都没有人支援，他一直渴望联络其他工商民工一起争取赔偿。几个月前，他在海丰另一家港资宝石厂碰到一班遭遇一样的同乡，大家同病相怜。他们的就是说家乡那个就是说是重庆嘛，去检查就是那个职业病已经达到了晚期嘛，但是他们通过就是说前两年就是说在这里诉讼啊，走法律程序啊，就是说法院不认可他们自己户口所在地这个结果，所以说到广东防治院呢他又不给他们做检查，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徘徊了差不多两年多了。一年前法院判定两个工人胜诉，但是到最近一个才拿到厂方90,000的赔偿，一个就仲喺度等紧。我们找法院找不着，我又走县政府去，县政府那个人大那个还有政法委，我都去过，都找过他们，他们也是给他打个电话，始终跟我们打官腔那些。他叫我去找那个香港老板，那个香港老板在香港，我们就去不了了。中趁仲行得走得，两个月前在香港一个关注内地劳工的团体协助下来到香港，他除了要向香港老板追赔偿，还专登去到珠宝展览的会场示威，提醒外国买家抵制无良厂商。有没有问他要那个口罩他都不给，所以我们是第
第一批来打工的，就是说改革开放第一批受害者，他们说海丰县、海丰劳动局。This is Feng Hinzhong from China. He is a victim of silicosis. 因为我们已经达到晚期了，还有一个工人已经是三期了，晚期了，他不能来这里。只有我现在是二期加。这个老板昨天晚上见过他，见过面，见过面他没有诚意，他还是推脱，像前一次一样的，他骗又像骗我们，叫我们回去，他叫厂里的人来给我们，就是说谈需要什么。我还是要继续走下去。差不多两年了，在外面打这个官司，一直差不多出去就没有回来。十二年前，冯兴宗为了脱贫离乡别井，没想过南下打工会患上脊肺病，而且还要四出奔波向雇主追讨赔偿。两年来他先至第一次回四川老家。病发之后他不可以做粗重工作，妈妈又患上眼疾，上个月太太被迫辞去广东份工，照顾一家老少。我就是有这个职业病，肺不好嘛，然后我刚才扒上来。很喘气，中午的小孩很小嘛，真的得乱得比钱。为了同厂方打官司，冯兴宗欠下几万蚊债，无力偿还，一家人的生活暂时要靠香港志愿机构援助。以前有点麻烦了，你贵州那个的。当然麻烦了。那其他的人都没看那个，已经看那个。过去十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在平均每年9%的升幅，但是在蓬勃制造业的背后，民工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冯兴宗说很多同乡好像他这样外出打工，但是大家都在不知不觉间幻想改变了他们一生的职业。邓文平在宝石加工厂工作，几年前患上脊肺病，他和厂方私下和解，争取到30万赔偿，但是大部分都用了来做医药费，病情去年开始进一步恶化。今年邓文平前后入过7次医院，每日医药费要成300-400元，他说没想到病情会每况愈下。本来他打算要厂方承担医药费，点知对方一口拒绝。那是我也跟老板讲过嘛，你赔这个钱，再多的钱我不要，你自己赔这个钱，反正我老公在你那个工厂里做事，反正每年检查身体都健康嘛。我说你给我发个人身体健康都可以了，钱再多都没有用的。是你那个钱再多买不到我这个人吗？还在36岁，不知道我以后还有下半辈子，我不知道我这又怎么生活。总而言之是这样，我以前也不相信呢，我亲眼看见他要发这么多钱，在3年之间呢就用掉20多万了，就是说一般的你最高的也只能拿到个30万，像他们这样还要通过就是说香港那些团体给老板施加很大很大的压力才能拿到这一点钱。如果是按照我们大陆来，就是说法院来判的话，就是说如果是这个工我们在工厂干工没有出厂的话，也判也只能判10多万。在四川广安一带有10多个年轻村民去了广东一间港资宝石厂
打了十几年工之后，个个都变成矽肺病人。虽然每人都拿到厂方十几万赔偿，回乡下养病，不过大家都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甚至法院的院长说，他这一步再解除分成工作就没得关系啊，他说 就不会发生了、啊。他说不知我们回来才一年的半年的又一两年的死的死病的病，我都承受不了了。现在整天煮饭做饭哈、啊，吃饭也要递到他手里面，吃的时候要把他背进去，背到那个厨房里面去吃。还有我家里还有两个小孩子，他也没办法干活，也没什么经济来源。是啊，我家里也要种庄稼哦，我一个人。在内地生活有困难的村民可以向民政部求助，但是这班民工和家属试过，即使出示残疾证明仍然被拒诸门外。他丧失劳动力嘛、哦、现在无法自理，我们就申请就是吃那个低保、哦、60块钱一个月。他说没有，说你们不能吃低保，他说你们才30多岁，又不是没小孩，或是家里又不是一个人。他说如果像他们呢，七八十岁一个人才可以吃低保。他说：“你们家里不可以吃低保。”经济全球化，很多的一些行业都转到我们的那种不发达国家来做，然后只是赚取我们的那种廉价劳动力的那个利润。他们只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他们不管工人的死活。小英。12年前深圳一间玩具厂大火的生还者，他康复之后成立了一个民工服务站，支援重庆中原一带患上职业病的工人。我也是左手啊，姐在海底上跟他们养上，然后人家都来关心他们上。两个礼拜前，冯兴忠专程来到拜访小英，同他打气。那个叫啥子？是那个劳动局的啥子？叫啥子名字来帮你们调解的吧？小英在中原做了几年调查，发觉过去十几年这一带有几千人去了浙江宁波生产日式草席的工厂从事高危工作。现在怀疑患上矽肺病的工人高达几百人，经证实的也都接近80人。那个榻榻米是在浙江那边是一个产业大的产业化的那个工种，然后他从日本引进来，其实他这个产业以前在日本已经是患，他知道这个行业对那个工人的健康有影响，是容易导致职业病的，导致尘肺病的，然后他就把那个危险的行业危险的一些工种然后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然后他从中赚取很多的一些利润吧。他们是拿健康去换取很少的工资，然后现在回到家里面又会用很多的钱去换取自己的健康回来，现在那个健康都换不回来了。 I'm very glad to see our Chinese friends here and hope we can integrate them into our ongoing work。有一些工厂它是生产一个半成品。两个月前，亚洲各地关注工商的劳工团体和学者齐集香港，讨论怎样去支援区内的工商工人。内地民工代表亦都有出席，他们很慨叹地说，纵使政府有成立工会，有既定法例保护工人，但工人依然有冤无路诉。出厂的时候就没有出现这个病，出现了现在厂方又不给执业史，所以说就不能做这个鉴定。On the basis of your experience, do you feel there is any future in using even the official trade union to play a role? 大陆的工会啊，什么这些保障部啊，这些地方都去过，但是工会。没有，就是说好像只是挂了一个名挂在那里，没有实际的来帮助这些工人呢。对于外地人来说，打工的受伤害了90%，85%是外地农民工的。那么其实寻求司法救助的时候，他有这种理由，他说我们这个司法救助是针对当地人来的。在中国呢，确实存在着就是说执法的一些部门不按照法律来办事，或者存在着不维护、不充分的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工会，包括工会。很多人为什么不理解中国的工会为什么不替劳动者说话，而站在
政府里面确实就是体制的问题。中国的工会呢，它是行政的性质更大于它作为一种劳动者权益的代表的性质，这个确实是一种悲哀。听你非说是有冤要伸的话，你敢举个牌，你敢写一下，他就给你抓起来了，是不是啊？你没法伸冤了，你就是说只能靠怎样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团结起来，更多的受害者就是说一起来呼吁。他回来刚一年多嘛，一年多都去世了，对这种病真的发生是很快的。过不了几年了，我们也一样的要像这样，不会放弃的。走不了路的时候我也要争取，但是我通过我的爱人呢，或者是什么亲戚来帮我走完我的这些诉讼程序。